大联盟热身赛曾人和先发大风帮，胡志伟中继三上三下。台湾旅美投手双雄曾仁和、胡志伟26日在大联盟春训赛各有登板机会，曾仁和先发 1.2 局无关胜败，胡志伟中继一局无失分。效力芝加哥小熊的曾仁和今日担任先发投手，与旧金山巨人王牌投手 Madison Bumgarner 同场先发。曾仁和一局面对首名打者就投出触身球，第二打者在投出保送后连续三个飞球解决半局，二局续投则在又出现保送后退场，垒上跑者被中继投手送回失一分。曾仁和主投 1.2 局面对八位打者，虽未被击出安打，但出现两次保送和一次触身球，失掉一分自责分，用球数是偏多的44球。对方先发投手 Bumgarner 调整状况似乎也未到位，同样先发 1.2 局被敲四安打13分，包括小熊 Ian Happ 首局首打袭全垒打，但五个出局数全用三振解决。另外光芒台湾投手胡志伟则在对双城的比赛中中继，担任第一位中继投手，接替先发 Blake Snell 的投球。胡志伟第三局投球让双城打者三上三下，最终双城5-4击败光芒。